超厉害了，高腰背心搭配健身服秀马甲线，网友不愧是女神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何友。强说到刘涛，大家都应该非常熟悉了，演过非常多的电视剧，比如《白蛇传》《琅琊榜》《欢乐颂》等都是非常出名的。他的演技在娱乐圈中真的是没话说的。刘涛除了很喜欢演戏以外，还非常喜欢健身，所以他的身材保持得非常好。如今40岁的他还非常的年轻漂亮，酷爱健身的刘涛身材是真的是非常好的，一套简单的健身服把他的身材凸显得非常的完美，而且身上的肌肉和马甲线非常的明显，真的是让人羡慕不已。而且经常健身的他能够完成很多高难度的动作，简直太完美了。看完他的健身，我们再来看看他的其他搭配。穿上礼服的刘涛也是非常性感漂亮的，一条蕾丝的连衣裙穿在她身上，把身材凸显得非常好。蕾丝的材质非常有女人味，而且透视的设计非常的性感，裙摆是蛋糕裙的设计，非常的有层次感，这样的搭配给人一种女人味十足的感觉。一条多点的露肩连衣裙也是非常性感的，露肩的设计把刘涛的锁骨展现得非常的完美，波点不是普通的黑白色，而是彩色，这样的波点设计比较的新颖，而且更加的显活力，把头发随意的扎起来看着干净利落，而且给人的美是那种非常亲切和蔼的美。40岁的女人真的是穿衣服可女人味，也可以清新少女。一条蓝色的牛仔连衣裙就让刘涛看起来非常的少女，蓝色显得清秀大方，非常的清爽，而且肩上的丝巾给蓝色的一身增添很多生机，搭配一个半丸子头，时尚又减龄，这样搭配的刘涛也是美得让人一目开眼。这是刘涛与他女儿的合照，在合照中刘涛也是穿得非常的少女，白色衬衫清秀大方，搭配一条条纹的半身裙显得非常的少女。但是要说最减龄的还是他的丸子头，简单的丸子头和这样一身的搭配非常的时尚，而且笑起来非常的迷人。40岁的刘涛还是非常的年轻，完全看不出来已经生过孩子了，就像少女一样青春靓丽。图片来源于互联网，文章原创。